这是佩奇，这是佩奇的曾曾曾祖父。噔噔，今天我要吃什么呢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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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天哪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只的虾，和手臂一样粗的虾，它每一只都有30厘米。我还特地准备了我平时吃的小虾仁跟它做对比。先来吃一口，这是我调的海鲜蘸料，像这样。哇塞，我从来没有吃过，我已经去了虾蟹了，像这样。超脆，这只好像更大只，其实它很多黄，我不知道虾头可不可以吃哎。天哪，这只更大只，果然金钱的味道就是美味。突然觉得这个小虾仁好难吃哦。它一只半斤，4只，2斤。虾黄，好多，我天，掉出来。好爽，我一收到就立刻给你们拍了，因为我怕不新鲜，所以我今天头都没洗。我天，最后一只，真的超大只，我怎么感觉一只比一只大只啊？哇，我觉得这只最大只。天。
天哪，我觉得这只真的最大只。超 Q 弹。好棒。此生无憾。现在觉得这些虾仁索然无味。好饱，不吃了。今天是奢华的一餐。